吹水雾，水手又再逢，往往来来欢声中。百鬼开放，向风吹呀送，声声呼叫埋吊钟，牡丹艳吐红。百鬼似将凤翅龙，枝枝震动，野艳美容，街头挤拥多芳踪。穿街走过巷，漫步闹市中，今宵渡水真轻啊松。恭喜发财啊！恭喜恭喜！我送红色过你，等你诸事大发。哦，多谢多谢多谢！恭喜发财！我送棵桃花俾你，等你今年桃红运更好。大家都忙啦，大家都忙。好啦，大家都忙。哎呀，恭喜恭喜！我送盆牡丹花俾你，等你今年花开富贵。哦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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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啲人真系真勇啊！南兄真系羡慕你啦。咁冇艳福嘅男弟啊，唔好取笑我啦！你又何尝唔系艳福无边啫？啊，我艳福无边，咁唔系咩？新霞姐对你另眼垂青，一往情深，咁仲唔系艳福无边？嗱，你唔好取笑我啦！我哋呢一介武夫，目不识丁，新霞又点会爱我啊？其实爱你就真啦！唉，我同你情同手足，你爱新霞。你估我唔睇到咩？使乜隐瞒？我唔会横刀夺爱嘅。兰兄，我哋在王府受职以来，时时蒙阿新霞姐关怀照顾，可惜佢有郡王嘅危机，受礼教束缚。就算我系爱佢，都系得个想字嘅啫。嘿，你使乜诸多顾忌啫？只要你两个真诚相爱，咁你咪想办法救佢脱离苦海咯。讲就易啫。我有乜能力啊？赚晒心机嘅啫。唉，唔好讲埋啲咁闷嘅嘢啦。我哋行过。兰兄，你去啦。点解咧？你知啦，今晚又除夕，剩翻我阿妈一个人喺屋企。我去到咁夜又唔方，咁你去玩啦。哦，咁你早啲翻去啦，我行一阵先。吓。敲钟声惊梦。扇面咧就系你最倾慕嗰个江南才子嘅作品嚟嘅喎，你睇下《长安渡梅生态》啊，才子曲不同，文章成出众，秀丽诗词人爱中，文坛汉语。深爱其诗常捧重，独惜缘悭一面未相逢，安能得会诗中人，同咏同吟赏与共。
系与众不同嘅。才子嘅笔下当然佳作啦。阿雪妹啊，咁样你想想唔想识呢个人呢？我素慕佢嘅才华，梗系希望结识下啦。雪妹啊，一讲才子，才子就多。梅西兄啊！文亮兄，梅生兄，久违久违久违，阿雪妹啊，你未见人嘅时候又想识人，而家人嚟咗啦，你又怕丑？哎呀，哥，你净系笑人哋嘅。梅生兄，我介绍你识，谢妹雪莹。哦，卢小姐又嚟，道公又嚟。梅生兄。谢妹久无才华，学玉识经，今晚不期而遇，真系天假其遇。啊！梅生兄，多谢，请请请。非系想揾对鞋着下嘅啫，我曹生行年二十，尚未有妻，但系可惜你又无意于归，真系枉费阿哥一番心事啦。你点知人哋未娶妻啫？哦，你咁样问我，咁对你有咩关系啫？哎呀，哥，四彩凤无心求配偶，既是长兄又名又何妨？请向道家索取舅爷鞋，相信能如兄所望。嗱，咁你真系答应噶啦嘛？我答应咩？你要我嘅？不过咁，有件事我要同你讲清楚得。道生虽然系才貌双全。但是他风流成性，而你又恃宠生娇，多而善妒嘅，咁你哋将来结合咗，我睇怕性情唔相投，呢件嘢你认真考虑清楚至好喎。哥，呢层你唔使顾虑啦。我相信道生之所以风流不羁，就是因为他未曾物色到一个才貌相配嘅人啫。我信得过，我有办法驾驭佢嘅。只要我对佢温柔软顺，我相信佢都唔会有爱慕之心噶啦。哦，咁如果你有信心，咪至好啦。我一于听日使人嚟讲吓。爷啊，有个女仔喺后门揾你噃。我系有紧要事要见见佢喎。咁啊，新霞姐，梅生，梅生，我今晚到嚟，一则向你道喜，二则向你辞行啊。辞行？冇错。你去边处啊？因为我竟已脱离咗王府，我决心共你难抵河梁相宿相飞。系咧，我约咗佢嚟呢度，我相信佢就嚟噶啦。哦，新霞姐。你能够冲出呢个范围，我祝你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可惜我嘅环境，你又知道好清楚噶啦。
我唔能够帮助你，你哋要原谅我。梅生，你时时对我关怀同情，我个心非常咁感激你嘅。呢次我逃出王府，我整整偷咗20两黄金，足够盘村用度嘅。你唔使替我哋忧虑嘅。阿兰姐，我同阿新霞，我知道啦，恭喜你哋。新霞姐啊，我已经将家务安顿妥当噶啦，而家马上起程啦。好啦，新霞姐，咁我祝你哋一路平安啦。将来你哋有咩危难嘅时候咧，写封信话俾我知，我即刻去见你噶啦。多谢你啊，梅生。恶了乱风衣，良辰误了时，我怎不发娇痴？书生薄多艳诗，暗自怀疑，定堪风里情别，而教我语如何？我阿姑爷真系太过放肆，你哋啱啱拜完堂啫，就有女仔嚟揾佢啦。我睇你以后点都要严密防范下佢至好啫。玉儿，阿哥都同我讲过，话佢个人系咁不羁噶啦。不过料唔到佢今日就会咁啦，激死人！唔系啦，小姐，既然佢个人系咁嘅。等等佢入嚟啊！你要同佢讲个字好啦。恭喜姑爷，得啦，你翻出去啦。小姐又嚟，又嚟。小姐，宾客满堂，而家正话啊走难人散啫，令你冷落新房，真系抱歉抱歉。你客气啫，小姐。你不要我寒微见你许定终身，我真是三生有幸了。我能够嫁得到一个名满江南的才子，实在是我三生有幸之真。但是在未交杯之前，我想有两句说话要同公子你讲的。哦，小姐有何说话，但讲不妨啊。请问夫妻之间是否应要坦怀相对呢？哦，咁当然当然啦。好，咁请恕我多疑，追问你一句啦。今日在我哋交拜时候，有一位女子嚟相访，嗰个系你心知啊，抑或系旧遇啊？你恕我多疑，再追问明月。有猜忌啊，用我数充词。有一位故人，因有话事，得猜个是皮是何词？故到啊门前了之意，稍通数语去便告辞。仲话恭祝我俩百花齐眉，仲话望我哋早生贵子。佢差个侍婢嚟，咁个侍婢点敢又带门入呢？咁咪后门见我啦。原来系咁嘅。系。你冇呃我嘛？冇，我点敢呃你啊？咁我怪错你咯。夫妇之间情很似，有时难免暗猜疑。是否爱越深事都越浓？你恕我错翻宣风凑月。你明白就好啦，今世行起。那同女同定痴，如轻相依，
望从今白首同心，互怜互爱夫妻化一乐儿。知君到处留情，胜不知己。官为患为呀人自此一无笑经更多意念，若对夫君此美意，唯求我大家遵守礼仪。夕凉宵花弄月，如卿携手下于飞。二公子啊，二公子，点啊十八，我已经查到你灵寿堂嘅下落啦。原来佢被王府拘捕监禁喎。阿妈被王府拘禁？系咯，十八，咁你点知噶？是王府一位幕客告诉我知的，不过殷王查到你们偷了他20两黄金司徒，所以就将赵夫人拘捕了。秀伯，譬如又有什么方法才能够救得我阿妈脱险呢？听见说殷王只要得回失款两倍，那就可以释放老夫人了。失款两倍？是的，其他的事绝不追究的了。两倍不是40两？是的。我们这样的环境就去哪里找40两黄金啊？是咯，怎么算呢？这次阿妈惨了。阿娘，我醒起了，我记得我们跟阿梅生分别的时候，她不是曾经说过的，她说如果我们有危难，她一定可以帮忙我们的嘛。不如这样呢，不如你即刻写封信给她，求她来到帮助我们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解决这件事的。是吧，新霞，你都不是不知道我不识黑的啦。我又点晓写信啦？是不是啦，倒不如出你的名写信约他来这里商量。况且当日你还有恩过他的，相信梅生呢他没话推迟的。是的，大嫂，那你快点写好，等我即刻跟你拎去啦。好啦。相信他都不会有爱慕之心的了。不是了，小姐，人心难测，今晚是徐直播，你难保姑爷不会乘机出来胡混的。计我话，你怎么都要防范下他才得了。
是就是的，不过你姑爷有手有脚，我怎么绑得住他呢？小姐啊，我有办法了。都好，咁我去攞嚟咯噃。优秀妇人多善动，谁叫世间男子太花心啊？若不步步为营，怎觉得百年情分？粉蝶未窥心，惊惶难压阵。只为红颜投来全阴吻，得识故人重发饥寒林。让我今宵一醉，为解危困。无奈妻房善动，令我去会差群啊。年末乜咁夜仲未唞啊？夫未回，为妻又焉敢安息啊？夫妻上头，使乜咁客气啊？天寒地冷的。贤妹，三年来我都心如止水，对你情深无意啊，何况今夕的除夕，家家户户都欢聚团年呢。就算你赶我，我都不会出去，你使乜锁埋道门呢？为了要保持我们的夫妻恩爱，还有不情之处，都望梅郎你原谅啊。等我同你卸妆，唔敢多。应该应该，先归上啊月亮上，世也苦，老尘轻轻一呢吻。哎呀，人哋睇见有乜好呢？星梦归夕阴阴。咁就是恩爱夫妻啊嘛，你今咩柴茶八凤鸡，兵玉横六蚊，轻轻解一些配小心，我烦你咯。心相印啊嘛，似我爱玉的人心咩不咧问啊？多谢你咁情重啦、啊，夫妻同白头，是连啊李树同根。哦，上啊兴精神，亦解疲困啊，早些安歇正啊养神。我唔疲倦，你唞先啦。今晚系团年噃，人人都团圆噶噃，咁你又点忍心我孤枕独眠啊？我都话叫你唞先啦，我宁愿秉烛白啖睇书嚟陪你。咁又何必啊？何必啊？用乜嘢我瞓咗，你偷偷出去胡混噶？啊！你可算是天下一个最多疑的人哦、啊！你帮我有外务之心，所以挨更抵夜嚟，你看住我啊！咁你岂不是削足就履？
我今晚宁愿削足就你，我都唔俾你出外胡混噶啦。你我上床瞓啦。而家风寒露冷，何必因我而通宵不寐呢？你方我有不轨行动嘅，我誓愿啦，我誓愿。你唔使誓啦，你誓愿我都唔会信你噶啦。今晚啊，夜坐过关，通宵不必再叹，却为叹我太不羁，任情任性，我实觉不必放心。低调亲自担。咁早啲唞啦，早唞。啊！使唔使我斟杯茶俾你饮？唔使啦，你早啲瞓啦。盈妹啊，怎冷襟寒，我冇办法瞓得着眼啦。我早就知道你今晚瞓唔着噶啦。盈妹啊，我都睇到你打喊路啦，瞓吧啦，唔好喺度死顶啦。我瞌眼瞓，好，睇下边个够精神。你好精神，你好精神咧。你坐到天光啦，瞓五运夜出超关是吗？不是，我又瞓不着，想出来行下花市而已，想买支靓花回来点缀下新春啫。想去游花市是吗？是咯，是咯。好啊，郎若有心游花市，恩爱夫妻我愿陪行。咁又唔晒，咁不必啦，不必啦。我话你托词有意效狂风，野草拈花全非分啊！虽成啊，第一关也难长定嘅手，一朝逢风啊雨啊，也会把枝分啊。且看比夜鸳鸯，未必尽交颈而面，有时亦离开一阵，何妨怎伴夫罗？
不是孩童之子，岂可长服家？石榴可贫，闺房竟已变囚笼，敢问妻心何太忍？长篇大论咁，算指责我一定教训我啊？又唔系指责你，又唔系教训你，我同你讲道理啫。当我监犯咁看住唔啱，我而家系游花子，俾锁匙嚟。我唔准去，我系要去。我话咗唔准，我系要去。哎呀，你而家欺负我啦嘛？系嘛？你欺负啊？哎呀，好咩事啊？我人梅生欺负我吓？梅生欺负你？乖咋，唉，好心唔好咁唔生性啦，连晚流流有咩好争执啫？二叔，啊，锁埋道门俾我出去，当我监犯咁看住我，仲话我欺负佢，你话边个啱啊？诶，话到尾都系你唔啱啦。安人，梅生佢敲我瞓咗，想出去幽会情人，俾我知道咗唔俾佢去，佢就老羞成怒，欺负我啦。吓，梅生欺负你？梅生肯过来去了吗？是啦，快点向家嫂叩头认错。认错？是不认。喂乖侄，唉，夫妻上头仍具低威，无伤大雅的。去不去？梅生，若果你再不向家嫂认错，以后你不要认我做老母。你何必呢？啊，今日是除夕的嘛，家家主主都团聚高兴，又何必令咁伤心？是啦，当细佬哥玩啫嘛。系啦，乖乖啲。自负一时盲目，不应捉牢差群。望你宽谅为怀，休待心存愤恨啊！盈妹，你多多原谅我啦，第时唔敢啦。梅乐，妒忌是妇人美德，所谓爱越浓是妒越深啊！心严归分金坛梦，都为怕你别恋而情深独行渣。家嫂起身啦，起身啦，快啲起身嚟，快啲起身。梅生，嗱，以后我唔准你再激嬲家嫂啦，知道吗？大嫂，时候都唔早啦，快嚟唞瞓。啊，家嫂，你哋早啲唞啦吓，早唞啦安人。早唞阿妈。妹妹，我头先系火气猛啲嘅，我唔系想激嬲你噶，我而家向你认错啦，我真心真意向你认错噶，唔系话阿妈逼我噶，阿妈而家又唔喺度啦，系嘛？我敬翻杯酒俾你，向你赔罪。呢杯系我敬俾你啦，向你赔罪咯噃。饮呢杯就唔好嬲我啦。唔敢当，你饮先啦。咁我向你赔罪嘅，咁就梗系要你饮先啦。你唔饮，足够仲嬲我啫。唔系话嬲你，咁你都知道我唔识饮酒噶啦嘛。唔识饮要饮噶啦，如果唔饮咧，足够唔原谅我啦。哎呀，系啦，我饮啦。饮得就饮得啦，盈妹，你一杯表全的心情。
心忧愁一生震，想爱世永恒寻路欠玉人。多谢你之宠，你莫再胡问，不分贵贱，何妨尽饮星之两眼。嗱，头先我激嬲你，你饮过呢杯唔好嬲我啦。再怀恨，夫妻快乐，难逢对手再度两神。嗱，饮埋呢杯啦，吓、啊？你唔饮啦？我饮。你系咪醉啊？吓？边个话？我未醉。未嘴未嘴，我扶你埋床头啊，爸啦，同你饮过，饮过，饮过。我中饮，中饮。看他玉山颓倒，自醉沉沉，成夜偷我嘅知己良朋，有何危困？点解梅生都仲未嚟呢？吓，啊，不过好难讲，佢竟然发咗达，相信都唔记得我哋噶啦。真啊，我信得过梅生唔系咁嘅人嘅，一定有特别事干阻延佢嘅啫。不如我出去周围揾下佢，好嘛？你找他不到，你就快点回来了。是的，那我现在去了。梅生，哦，真霞姐，梅生，你好吗？好。哎，我今晚都不知道几艰难几辛苦要出得来见到你，究竟有什么紧要事啊？你快点对我讲明原委啦。你快点讲，我赶快要扯的了。梅生，我都知道今非昔比的，如果我不是为了贺良他妈被王府扣押，我都不会求你解围的。伯母被王府扣押啊？是咯，贺良正为此事彷徨，事关要四十两黄金，岂能将老人家的罪名脱世啊？四十两黄金啊？可惜我抚养游人真是有心无力了。新霞姐，烦你代我转知下兰弟，我算我不能帮助他解决这个难题呢。哼，不怪都说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好了，你既然肯慷慨解囊，我亦不敢强人救济。新霞姐，你要原谅我才得的，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不过财权不在我的手，你要我怎么施为得的？哼，我不怪你恃才如命，更不怪你道义全坏，为求解救老年人，要先意入城谋变计。新华姐，新华姐，这个梗是新华的仔。梅生真的在外面收埋的人仔都差，是这样就好了，我都不知道恨抱孙多久了，我们抱他回去了。阿祖，
咁影得啊？我啲侄嫂知道佢点算啫？唔系，我有办法，我可以话同第二个人买嘅，咁咪得咯。系喎，啊，都系办法噃，你抱住佢先，我留低封信俾佢。新霞姐都唔知去边处添噶。兰兄，新霞不过一时误会嘅啫，你都唔好怪佢啦。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同我筹得40两黄金，免阿妈受监狱之苦，我真系感恩不浅咯。兰弟，你估我唔想帮助你咩？不过40两黄金咁多，你都知啦。我老婆疑心最大嘅，咁你点样同佢攞啦？想一个计划，有咩办法同佢攞至得？唔系佢神俾噶。咁有咩计划咧？咁唔系。论尽论尽，哦，原来我二叔同埋阿妈跟踪我嚟，个当叔叔蝦仔系我嘅，佢放咗你个仔女喎，放咗个仔去啊，咁点啊，咁点啊，我都唔知点啊，放埋个仔去，而家急住40两黄金啫，咁系啦，呢次我有办法。点解个人晕喺树咧？系咧，阿福阿六啊，你扶佢入去先。哦，扶佢入去。岁啦，我又恨细佬哥嘅，我买佢翻嚟当佢系孙噶啦，当佢系孙，系啊。安人，我虽然系入门3年都未有所出，但系我侄父唔系话你冇得生，不过佢年事已高咯，咁啊抱孙心切，日中无聊。而得揾个细佬哥玩下啫。系啊，家嫂，你睇下呢个细佬哥几随便。我希望阿家嫂你当佢系亲生一样，咁我就好安乐咯。试问红颜又未老，何须痴痴向人求？你不用怀胎能有志，不需艰苦上何求，此儿十足俏梅生，亦使亲生非虚构。作态学温柔，有如风摆柳，强要男儿为遵守，何堪抹粉啊龙恩厚，细束红腰穿锦绣，都为救亲慈离苦难，免颜骗款用计谋，此行都唯恐路行藏，时
涉更防招啊罪咎。道春堂前须真正，你放开怀抱莫担忧。失败成功尽此后，武勇上前无退后。就是的，咁细个离离开阿妈咧，梗系凄凉噶啦。回生，呢个系边个嚟噶？呢个咪就系嗰个咯。系边个嚟噶？就系佢咯。佢系边个嚟？点解你会同埋佢翻嚟嘅？佢就系呢个细佬哥嘅阿妈。乖仔，你喺外出唔混就好啦，你仲带埋佢翻嚟，唉，你真系，唉。梅生，到底呢个女人同你有咩关系嘅？你讲啦，梅生哥，到呢个时候丑妇都要见家翁噶啦，讲啦嘛，讲啦，讲啦，你好讲咯噃。盈妹，我错如此，骄子共啊罪首。心中惭愧望啊缘由，且幸勿烦恼，佢叫做金娇本姓牛。佢系咩人嚟嘅？你有咩关系嘅？你讲。佢出身喺清流嘅，佢嘅身世好可怜嘅，我估佢。讲啦。人缘共结至深友，双方爱恋亦已久。你同佢识咗好耐噶啦？系，仔都生咗添啦。哎呀，咁佢有意别处走，要今天解决定去留。佢唔系一定要跟我翻嚟嘅。有钱就可以解决得佢噶啦，盼望怜悯，慷慨赠金利奉有。阿少奶，但求你俾四十两黄金我，我就决意同佢一刀两断噶啦。系咯，盈妹，俾四十两黄金佢啦，打发佢扯把啦。世薄情，贪污腐恶，方如万千千金牛，宁堪金屋暗藏娇，堪分起容人占有。好啦，金娇，呢个仔我唔会要你嘅，只要你肯永远离开我个丈夫，四十两黄金我俾你。多谢小奶，家嫂，这个仔是道家的骨肉，我们一定要回，千万不要给他带姐啊。大宝，不啱这样，给四十两金过他，我们实行要仔不要乸，就由得他扯了。哎呀，夫人啊，这样不行的，开港都有话切肉不离皮啊嘛，四十两黄金我就紧要的，我还要抱埋个仔走才行的。不行，你仔你又要，钱又要，你要钱就好了，个仔给回我，给回我。我仔系我心肝命定嚟嘅，我几大都要抱佢个车噶啦。阿妈，咪俾翻佢啦，我嚟做乜嘢啊？我哋又冇人丑，细佬哥啊冇咗个妈，好惨噶，俾佢带翻车啦。咁又唔系咁讲啦，乖侄，系我哋道家骨肉嚟噶嘛，点会俾佢带翻车嘅啫？我哋无论如何都要翻个仔噶啦。系你俾个仔我就唔俾噶啦，如果你要我仔，即系等于要我条命嘅啫。我仔冇咗老母，好阴公噶，大条奶可怜。作态学温柔，有如风摆柳，强要男儿为遵守。何堪抹粉啊龙恩厚，细束红腰穿金绣，都为救亲慈离苦难。免颜骗款用计谋。
行都唯恐路行藏，时时更防招啊聚救。道春堂前须真正，你放开怀抱莫担忧。失败成功尽此后，鼓勇上前无退后。你做咩做咩？喂仔，阿妈唔舍得你嘅，我咁就系嘅，咁细个离离开阿妈咧，梗系凄凉噶啦。回生，呢个系边个嚟噶？呢个咪就系嗰个咯。系边个嚟噶？就系佢咯。佢系边个嚟？点解你会同埋佢翻嚟嘅？吓，佢就系呢个细佬哥嘅阿妈。唉，乖仔，你喺外出唔混就好啦，你仲带埋佢翻嚟，唉，你真系，唉。梅生，到底呢个女人同你有咩关系嘅？你讲啦，梅生哥，到呢个时候丑妇都要见家翁噶啦，讲啦嘛，讲啦，讲啦，你好讲咯噃。盈妹，我错与此娇子共啊聚首，心中惭愧望啊缘由，且幸问烦恼，佢叫做金娇伴啊成牛。佢系咩人嚟嘅？你有咩关系嘅？你讲。佢啊？佢出身礼清楼嘅。佢嘅身世好可怜噶，我共佢讲啦。人缘共结至深友，双方爱恋亦已久。你同佢识咗好耐噶啦？系，仔都生咗添啦。哎呀，咁佢有意别处走，要今天解决定去留。佢唔系一定要跟我翻嚟嘅，有钱就可以解决得佢噶啦。盼望怜悯，慷慨赠金利朋友。盈妹，俾四十两黄金佢啦，打发佢扯把啦。夫婿薄情偷负我，方如万箭心头。凌堪金屋暗藏娇，堪心起容人占有。好啦，金娇。你个仔我唔会要你嘅，只要你肯永远离开我个丈夫，四十两黄金我俾你。多谢小奶。哎，家嫂，呢个仔系杜家嘅骨肉，我哋一定要翻，千祈唔好俾佢带扯啊！夏大宝唔啱咁啦，俾四十两金过佢，我哋实行要仔唔要乸，咪由得佢扯咯。哎呀，夫人啊，咁唔得噶，开讲都有话切肉不离皮啊嘛，四十两黄金我就紧要嘅。我仲要抱埋个仔走先得噶，唔得，你仔你又要，钱又要，你要钱就好啦，个仔俾翻我，俾翻我，仔俾我，个仔系我心肝命定嚟嘅，我几大都要抱起个车噶啦。阿妈，咪俾翻佢啦，我嚟做乜嘢啊？我哋又冇人丑，细佬哥啊冇咗个妈，好惨噶，俾佢带翻车啦。咁又唔系咁讲啦，乖侄，系我哋杜家骨肉嚟噶嘛，点会俾佢带翻车嘅啫？
我哋无论如何都要翻个仔噶啦。系咧，俾个仔我就唔俾噶啦，若果你要我仔，即系等于要我条命噶啫。个仔冇咗老母，好阴公噶，大少奶，可怜下啦，大少奶，要仔唔要奶，好阴公啊，大少奶，你可怜下啦。你唔好喊啊，喊到我个心都乱晒咯。你要仔唔要奶，真系冇阴公啊。咁又系嘅，冇阴公，要仔唔要奶，做女人就系好惨噶咯。阿德福。是我大胆啲讲句，男人啊，多数有三妻二妾啦，唔啱准佢入宫，好嘛？系家嫂，咁就免至道家嘅骨肉流出外啦，好嘛？家嫂，好啦，吓、啊，盈妹，不因你被人遗弃，彼此都同属女嘛。好啦，我一于准你入宫，当年在你替道门有效。盈妹，我对他并无真爱噶，你切不可怜惜挽留。一于赠他金钱，使他从速远走。盈妹，呢啲咁嘅清流人，点俾得佢入宫啊？俾钱佢扯把啦。快啲啦！既有今日，又何必当初啊？你而家唔喜欢佢啦咩？但系我偏偏喜欢佢噃，我系要收留佢入宫。于是轮到你讲说话，行开，行开啦嘛，行开呀、啊！唉，好咯，难得家嫂你宽宏大量，阿金娇，快啲叩头啦！系，阿玉洁，快啲留条宝贝俾你。帮人你坐先，家嫂你坐，你坐先，你应该嘅。拜见安人我，拜见安人。嗱，从今日起，你就系我哋道家人啦，要听阿大少奶话至紧要啊，大还大，细还细，要一团和气啊！快啲拜见大少奶，斟茶啦。阿夫，拉嗰个名你啦。啊，斟茶嚟。我嚟。拜见大少奶我。啊，敬茶啦，敬茶啦。德宝，饮杯大少奶茶啦。家嫂，改个名俾佢啦。哦，佢唔系有个名叫做金娇嘅，呢个名都几好听，就叫翻金娇啦。金娇，到底你同梅生系点样相识噶？点解你明知佢有家室，你都肯嫁佢呢？系我喺青楼嗰阵时识佢噶啦，佢又呃我，又话冇老婆嘅，甜言蜜语都嚟氹我。大小奶你知啦。女人又心软噶嘛，俾佢威一下，我咪跟咗佢啦。嗱，大少奶，嗰四十两黄金我一定要攞嚟揸手噶。你知啦，啲男人嘅嘢冇本心嘅，将来抛弃我，我都有个钱揸手啊嘛。系你讲得啱嘅，金娇，梅生呢个人都真系冇本心噶啦。好，我同情你，嗰四十两金我俾你。多谢啊，大少奶。富华人虽是女装，但也可伴红袖，更恐气欲人偷香来卖油，唯恨我妻向他入房侍候，真觉担愁啊！阿姑爷居然敢纳妾，等我翻话俾阿少爷知。你入得我哋门就系我哋嘅人噶啦，嗱呢度四十两噶啦，你低好佢啦。多谢阿大少奶，你真系好仁慈嘅啫。诶，早啲唞啦。诶，金娇，你仲去边度啊？你今晚就喺度陪我，同我瞓啦。吓，今晚喺度陪你瞓啊？有乜所谓啫？大家做姊妹一样啫。哎，大镬。咁又何必呢？今晚我陪你咪得啦。我唔使你陪，你翻出去。人哋都话唔惯同人瞓噶啦，我陪就得啦。翻出去，翻出去。你咪行。你真系好胆噃！
你是同你讲说话，我唔愿见你，你拉翻出去。盈妹，我心中明白，至轻怨恨含到暗心处，你唔好嬲啦。实际我非不呢段，对你至诚向慕，望你请你行无择险，辜负爱心意。你仲等讲爱心意？我俩恩情休割裂，今晚容我再共眠。难害你背约看盟情别恋，结发夫妻已绝缘，从今收割无温暖，休无同襟共枕眠。再骂少冤家，以后不许踏入我难归内院。哼，你都对得我住啦，吓，你不该移情别恋，辜负了结发情啊，岂容纳妾作齐人啊？巨大弥天难赦免，口才请息雷霆怒，回生岂敢负善变？纳妾悲因享风流，实有苦衷难自辩。你仲喺处讲风凉话？阿雪妹，跟我翻去。翻去沟台，你听，你听你啊！唉，呢件事讲搞成咁，我睇都系叫细嫂子。兰兄，因为我嘅事而累到你哋夫妻咁，真系万分抱歉啦。哎呀，你系点解你忽然间讲男人声嘅？你系边个？快啲讲。阿妈，我冇法唔讲俾你听，佢就唔系我男底阿何良啦。吓，佢就系何良。伯母，真系唔好意思啦。我不过为咗得多四十两黄金嚟救我阿妈嘅啫，只有逼住系咁做，你唔好怪我就好啊。哦，原来咁嘅，兰弟，唉，咁你得咗四十两金，你仲唔快啲去救你阿妈？咁我去啦。喂，你睇咁肉酸点得啊？快啲换过我啲衫先去啦。我带你去。阿梅生啊，咁你即刻去卢家向你舅台解释呢件事啦，唔系佢误会添嘛。阿梅生咁样待你咧，我啊真系唔欢你噶啦。我一定要想办法嚟惩罚佢至得。哥，办法你唔使想啦，我早已经空有消息噶啦。哦，点呢？我信得过佢，唔使几耐就会嚟认罪噶啦。玉儿啊，你入去叫晒所有婢仆出嚟。盈妹，叩台，呢件事咧系出于误会嘅，我而家专心嚟向你解释。你有咩嘢解释吓？你识佢嘅咩，小姐？我何止识佢啊，我同佢有好深嘅渊源添噶。啊！大力打！哎呀，阿哥，你误会咗，我真系嘅。喂，好笑，一百米，哎，咪打字。兰弟，你快啲嚟啊！你向兰嫂解释，新霞都喺度。快啲向个兰嫂解释啦！俾你累死我呢啲。呢个边个嚟噶？点解咁似金娇嘅？吓？金娇咪即系我，我咪又系金娇咧？又系佢啦！快啲讲啦！快啲。系，为咗救我阿妈，你咧，兰兄叫我扮女人，向阿兰嫂你骗出四十两黄金啊！何良，点解你？点解你要扮女人呃人嘅钱呢？咁有咩办法啫？系咧，
不，点解你会响呢度噶？冇错啦，因为我昨晚想四围咁去想办法，点知啱啱嚟到佢哋门口，我就晕咗，都系多得佢哋救咗我，我都系啱啱清醒咋。啊，咁啊真系巧啦，新霞，阿妈赎翻出嚟啦。阿妈，呢个系你媳妇嚟啊。大件安人。好啦好啦，盈妹，你而家明白晒啦，难底就系你嘅妾侍，你嘅妾侍就咪难底啦。你话我嘅情人，唔系就系我嘅大夫，大夫咪我嘅情人咧。抱翻嚟嗰个仔，就系佢哋嘅仔啦。我灌醉咗你，静静走出嚟，我就接咗佢封信，要我即刻去见佢，你想办法嚟救佢阿妈啫嘛。咁点解嗰晚你唔同我讲真呢？我讲俾你听，你一定唔信噶啦，你唔会放我去噶。为咗我，令你哋发生咁大嘅误会，真系唔好意思啦。唔紧要，可笑无端生误会，前世夫妇断恩情，今日底蕴已明了，此后一家受尽兴。一场误会烟消散，焚烧雨过弃天晴，但愿难数也难轻，母儿初情更明。夫唱夫妻多快乐，遇见年方再和命。从今沧海已无波，爱河风浪静。夫妻应和气，相处贵真情。即红梅白雪贺新春，喜事重重多高兴。